家都知道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是莫扎特一直以来崇拜的对象，他特别将他其中六首的弦乐四重奏献给了海顿。当时在首演之后，海顿满意到还跟莫扎特的爸爸说，你的儿子真的是充满着天赋，太优秀了。可以得知海顿对他的这个作品有多么多么的满意。莫扎特自己说到，这是他苦读海顿作品所得到的灵感，他希望熟读海顿的语言，再加上莫扎特特有的天赋，能够呈现一种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作品。